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超凡的舞蹈技艺再次征服桃园的观众。一位金融界的资深经理盛赞神韵舞蹈家们的舞姿就像神功一样轻盈曼妙，还有大学教授迫不及待的要跟朋友分享神韵晚会的美好。私人银行资深经理陈秋文感受到神韵演出充满能量，还以神功来赞叹舞蹈演员高超的技巧。我刚刚跟我先生分享说，他们好像都会神功跟气功，就是整个跳起来的舞蹈是非常轻巧的，听不到声音，轻飘飘的。我觉得这么年轻的表演者可以做到这么漂亮的演出，真的是非常不简单，就是那个磁场是非常舒服的。神韵演出也打动中原大学教授，还迫不及待的想跟好朋友分享。有，我已经在脸书上打卡了，所以他们看到我打卡应该就知道我还蛮喜欢这个，然后有机会我一定会介绍给大家，不仅是学生啊，亲朋好友。神韵精彩绝伦的演出让第一次观赏演出的民众难掩心中的喜悦。在这音乐跟那种头目后面的那种 3D 的结合 的一个呈现，真的是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演出。神佛慈悲哦，那种整个场面的一个震撼，加上我们整乐团对于音乐呈现的搭配，哦，真的是非常有那种临场的感觉跟那种震撼。精彩的表演让人陶醉，许多观众都已经开始期盼明年神韵的到来。新唐人亚太电视佘志成、陈本英台湾桃园采访报道。